姐，我刚又技能过，我你没技能我比你还急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这怎么还有个提莫？哎，对，致盲塔，对，致盲塔。哎，点个灯笼踩个蘑菇，真棒！好啊，哎呀，好哦，玩的好呀，这个灯笼。好蘑菇，给的好。来来来，出来！怎么有蘑菇呀？姐，我演起来了。提莫真的，姐，我演起来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我给你去打伤害，快点！不是这提莫，这提莫好恶心啊！这提莫，嗯。你怎么又在这刷野呀？那也是你爹呀！哎呦，你身上也带，实在不行你身上也带个黑眼吧。我带个，我出，我出个这个水印鞋，不然的话不好打。嗯。嗯哎呦！哎呦！咋烧这么高？想拿头？哎，拿不到。我被控住了，我打不出，打不出来。大招干嘛呢？你大招干嘛？大招湿了是吗？没事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我这一波出来，起步上上。了是吗？阿健让你那狗牙啃下来了是吗？他想拿头，太多了姐。我来了，快了，石头人。我想追人头呀，我得趁他死了追人头去。你玩什么？我都不理解，石头人战绩都比你好看。嗯，提莫，我这英雄玩的不多呀，我英雄被ban掉了，哎、你也知道吗？我以为你要杀这个提莫呀。死了呀！不想杀这个提莫吗？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没事啊，哎呀，我真是头疼了，我真是必须死！你快点儿的，你复活了，快点往出来呀！你在那晃什么呢？来了来了，姐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完了，他又杀了 ，nice， 好杀，十个了，十个了！别急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的妈咋了？我超你十个了，继续叫啊！继续叫、啊！我的妈，是你老了！继续叫、啊！能追你那叫什么东西啊？忘了上把自己怎么输的是吧？我上把输了忘了是吧？这又开始装了。你又提上一把干嘛？这把我赢了呀！这把我还得赢啊？咋了？就这把不就是会搬个我英雄吗？你还会什么？有本事你别搬我，别搬我英雄，你试试。会搬英雄吗？有种你也别搬英雄呀！我也没搬呀，他不难道不拿着呢吗？你第一把难道不搬了吗？一人搬一把很公平，懂吗？你第一把搬了，我第二把没搬你的，咋了？第三把我拿了。有人抢我红，哎，真的玩的恶心，你是个贱种，你知道吗？不能玩啊！哎呦，你上一把你抢我兵，我怎么还不能抢你红？不是，月月，你以前玩的挺好的，玩的挺正常人的，怎么着现在就玩成这么埋汰了啊？跟他续编玩的恶心的是吧？那没办法，他当我兵线，哪个 AD 受得了？我怎么着？我吃个红怎么了？没毛病，不犯毛病。哎呦，没事，姐，他现在很急，他越急越打不好。能来吗？这边两个。我来不了，我来不了，姐，我来不了，来不了。行吧，行吧。下一步你再杀什么？我来不了，我来不了，没办法，我走了。多拿这一把，多杀一点呀、啊，这一把。好不容易、哎、我真让你杀，没事，姐，你等我活了，你等我活了，我现在伤害起来了，你等我活了，他抢不到的。我 K 人头 K 的贼快，你看着吧。你 K 呗，你 K 呗。你去跟着这个狗去、啊。哼、嗯。急了。贴不到呀，跟着他贴不到鸡眼呀、啊，又要哭了。鸡眼骂人了，鸡眼骂人了。我连这个废物的人都得 K 不到，你真的挺搞笑的。你知道你们家这个废物他啥水平吗？你搁这嗷嗷舔你家废物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挺好的，我这把真的挺无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把领先你十个，就像个无知的小丑，你知道吧？你说的就是你，这个月月的。领先你十个头了怎么办呀？对呀、啊啊，我领先你十个呀！你在说啥呀？你别急呀、啊，我能追上来，急什么？叫什么东西啊？你，我急啥呀？我领先你十个，我急什么呀？我一点都不急。我领先你十个，我急什么东西、啊？快点，小熊！别给他！哎呀，真会 K 啊！行行行，拿到了。哎，我就会 K 怎么了？谁让你菜呀、啊？不是自己菜吗？哦，真的、啊，想不到就是我 K 的好呗，啊、真能 K。不就自己菜吗 ？K 不到头，你去跟着，你去跟着，别跟我这晃。好、啊，来跟我来了，跟我了，我下路带线了。他翻墙，我咋跟啊，姐？跟不上吧？哦，跟他翻墙。你没 E 啊？你不是有 E 吗？咋了？跟着，这石头人，这石头人给机会。这石头人挺肥，这石头人。不要慌，嗯，哎呀，他们人不出来呀，烦死了呀！烦啥呀？等着输钱吗？你烦？没事。等着。真的，你让我输个人行吗？我不他妈想输狗。
咱们输钱吗？行，姐，放心，相信我。今天。能追上来姐，他这个臭狗，他就是搁瞎路一直搁那 K 人头，他玩这东西就是 K 头的，玩个男刀真的恶心人，他会。对，他又拿头了，你想什么呢？还在这打小龙？你滚滚滚打，你赶紧去！对面这把阵容太差了，太脆了，姐。还打小龙呢，合着还打呢，啊！行了行了，赶紧去，打完了我们快去吧。我去我去，姐，我现在就去，我去追下人头去。打野拿资源不挺好的吗？简单点，大龙啊，来过来来，拿大龙来。来呀，对嘛，拿什么人头呀，拿龙呀，拿大龙呀，你干嘛呀？哎、对，你别送啊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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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送啊，拿大龙呀，对面都有冲压的，你上去不送吗？对呀、啊，别送呀，拿、哎、拿，怎么又让那石头人拿了呀？你敢跟这石头人拿头，你是真？哎呦，别送呀，坏了，给他拿到了，姐。哎呀，怎么那个没拿到啊？啥的啥的，虚弱了，有虚弱。哎，我操、哦！他妈，我帮他把技能全吃了。我拿、啊、跑过来，跨 K 个头就跑，真恶心。我拿头还死不掉，某些人拿头拿命拿头还死了。你这真恶心，你知道吗？徐北，你个老狗，你真的挺恶心的。我又你恶心。哎呦，别说了，别等一下又要叫爸爸了。开始人身攻击了，真的打不过就人身攻击。你好像在那梦游，我叫爸爸。肾虚男。这可不是肾虚男嘛，一把游戏尿三次，杀他杀他，还有光辉，男四肾虚男，我肾我就肾虚，哎，我就肾虚咋了？死吧你啊！快治治病吧你！能走吗？能翻墙吗？哎，还能杀？这人马在玩什么东西啊？治你治病吧！哎、我的好，哎呀，也不容易啊，几十块钱一个单，慢慢的慢慢攒啊，我看你什么时候能把你那个病治好，顺便带一下治一下你的脑袋啊。三杀了，有时间拍一下你脑丝脑 CT， 你看看你的脑袋多少份。三杀了，三杀了，提醒你一下，三杀了，再拿一点，别急。哎呀，推吧推吧推吧，你赶紧去推去吧。多少钱？下吧放佛爷哥，让他推让他推，还放不敢下吧，敢不敢放佛爷哥就问你们，不敢不敢、哎、就不放就不放，姐别放，姐就你也不玩难倒了，我不玩，你也别想玩难倒，那你搬呗，我们都不放，来，我不要就是啊，都搬呗，大家都别玩，又拿一个14个了哟，十四个了，大龙来来来打大龙来，打来来哥 来打大龙，帮你打个大龙来，我都神装了，我都不想。谁在那打大龙啊？你跟他打什么大龙啊？打大龙他杀又高了。打大龙，我走了。我打了大龙不行就推了吧，这把不给他机会杀了呀。我去拿头去了。他这把他难道不能？我们直接下一把，这把他难道？下把我们把难道搬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把、哎、这把难道已经很难追了。哎，奶四，哎呀，别让他杀了，你倒是拿呀！哎呀。哎呀给他贴了一个大龙，大龙来来，这有一波真打大龙，来来哥们儿，真打，谁是你哥们儿？这时候是你哥们儿了？好了，我们都是陪玩，什么东西啊？你跟我搁这称兄道弟的，整的你跟我很熟似的，都是哥们儿，都是什么东西啊？你那是跟我套近乎呢，还搁这儿？都是哥们儿，打龙，打龙，快点！这不是怕你哭吗？哎，石头人又浪是吧？这石头人跟个鬼一样。他就骗我们打大龙，姐，你去他自己走了，你看，咋了？我拿头咋了？对，现在你不玩呢吗？你玩的起不啊？你让我们给你拿龙，然后就你去杀人是吗？玩什么呢？没杀掉啊？咋了？玩恶心人的呢，姐，他就玩的就是那种恶心人这出。那有你老板恶心不？又是有你恶心。狗头上脑的可能一杵。哎，小心！小心啥，姐？小心啥？我看人马要过来。没事，看见没有？我闭了。人马来了，我操！真他妈死了！他要过来，人马在这边呢，能打他，快点！哎，就不来，他不听你的。哎呀，又让他拿了！我离得太远了，姐，我离得太远了，我来了。我他妈叫你过来的时候，你寻思什么呢？你想什么呢？这拉克斯，快跑！怎么全是金身啊？哎呦，这拉赫斯是真菜啊！这拉赫斯干嘛呀？快点！再把不行就快点推了，快点推！推个屁呀、啊！推呀、啊！推！我能追两个，追两个呀，姐！我现在装备起来了，我能追两个，我就追两个，我把人头稍微缩小一点。你在追的过程中，人家也在杀呀！你当他是个傻逼吗？他怎么那么傻逼？我跟你说，他狗的很，他狗。
死啊！哎呀，好智盲！完了，晚了一秒，这把可以。好，哎，这石头人，好，石头漂亮。不是这玩意儿干嘛呢？啊，这石头伤害怎么这么高呀？石头人看的好，双伤。哎呀，太难玩了！杀掉了，杀掉了，杀掉了！哎呀，拿不到！哎呀，他不掉了，走了呀！就是拿不到，哎、大招跑了！我操！他怎么点这上来了？哎呀，多杀一点哦，某些人急死喽！哎，这个石头人我急你大爷！你别跟他们跟我对话，你！急死喽，急死喽！我急啥呀？滚呐，臭傻逼，臭狗！你看到没有，姐，他骂人，看到没有？急了。我骂你怎么了？我骂从来不骂人，我就骂狗。你看到没有？狗急跳墙。狗说谁心里有点数、没事，我多杀点。我姐说这难听。我不跟你打嘴炮，我多杀点。多杀点。多杀点，多杀点。我反弹就行了。我直接反弹。好反弹。嗯。活活姐教我的。反弹吧你。活活姐教我的，啊、我直接反弹就完了。怎么的？你是个三百斤的胖子呀、啊？一打到你身上，你给我弹回来了是吗？我反弹，我反弹，咋了？哥们儿，你别拿头啊，哥们儿。弹吧。哎呀，你弹好弹到。弹到你那鱼尾纹，弹一弹。啥？哎，我们现在五十多岁了，你还好意思？我。满脸褶子，一身好，长得像个玻璃球。可以。死啊！死啊！我以为你死。还没打他。死。死啥呀？没死。没死，没死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没死，没死。哎呀，这石头人！哎，气不气嘛？我给他炖，给他干锅回一口，你气不气嘛？就死不掉，气死你！哎呀，他妈的！那干锅好啊！你这干锅使得到位，我这学的我什么呀？我来了！他妈十七个了！十七个才超十七个，我看能不能超二十个吧。没事姐，没事姐，我尽量。你没你哪个臊的事没事啊？你是没事，我追几个姐才来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能追。你怎么的？又把我们前一天玩的都给我收回来是吗？不会不会姐，我能追回来的。妈了个巴子！他又杀了，你快点他妈推去吧，别他妈的给我搁他挺了行不行？推他下一把拿佛爷哥。我不服气呀、啊、姐，我凭什么呀？我不服气这个老狗。你现在不服一分钟，我他妈就损失多少丸子啊！留了留，还好。好气哦！行吧行吧，你不服气，你留着力气下一局行不行？你别养我了行不行？这两天行姐别生气了，别生气，我先去推，我去推嘛。他哪有石？他抢不过石头人，石头人一个大他人头就没了，他抢不过。你看这石头人在家里还挂机，看到没有？干嘛呀？嗯，鞋子换水银。小伙除了、啊，不是真的。小伙除了这路人上单，都把人头都比你多，你在玩什么呀？你在玩什么呀？啊？他这个石头人有点恶心，姐，他说你演你姐是不是？姐对你这么好，你演你姐。你别叫了，虚伪老狗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演你姐是干嘛的呀你？啊你还学上我姐说话了？你是哪冒出来的呀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哎好，哎好。好啥呀？死不掉，好啥呀？死不掉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来了。好杀，又让他拿了。全是金身，哎呦！来四。哎呦，杀的，杀的，杀的！回来还有头，回来，回来，人马。哎呦。艾克拿他，哎呀，这个让他 K 了。继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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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克斯，小心他 Q， 小心他 Q， 小心蘑菇。哎，全是蘑菇，炸死你！拿！拿不到，拿！哎，抢不过，艾克真抢不过姐，我。哎，没，还好，十八个。这石头人在干嘛？别拆呀！我能追姐，你看到没？我现在上巨高。推了，十八个，不用别有本事别推呀、啊，徐北老公，你有本事别推，你敢不敢别推？我就问你，你是不是男生？那你别推，我不推，我不推，你敢吗？我不推，我没推啊。你是真贱呐、啊！你真的，你真是个贱种。哎呀，你是真恶心。我没推啊，我杀了再推吗？可以。我还杀了一个。嗯。我没推、啊、没事没事，他们守住了，还能再杀一波姐，我再去杀一个，他这波死了，我能再杀五个，我再去杀五个，再杀一波，凑个整，十九个了，快点，完了，
这塔要人推了。十九个了，真的这十倍老鬼真的太恶心了，他就会玩这种脏的姐，狗逼，那抢我人头扳我英雄。哦，这个废种狗。对对对，他就会玩这种恶心的呀，姐，我真没办法。哎呀，兄弟们，难道怎么可能抢得过艾克啊，兄弟们？啊！哎，你们，哎、兄弟，哎，这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哎呀哎呀呀，是哎，别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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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推别推别推，不推不推不推啊！等你出来再下一个兄弟们，你们骂人，真的，你确定要这么玩是吧？我就问你，虚伪老狗是吧？咱们都是同行，你确定就非要玩这么死是吧？咋了咋了？我说啥了？你等着你等着，别急你别急，来，我一点不急，我再杀几个，我再杀几个。我一点不急，我急啥呀？你他妈的能不能行？你告我一会儿告诉我。OK， 我知道了。行，你这样玩是吧？来，大家一起玩。他妈的，来来来！我操，还给他装到了姐，我没。嗯。哟哟哟哟！来来来，你喜欢玩是吧？来，我陪你玩。哎。我们今天看谁先死，真的来吧。啊，都是同行，就你卷，就你卷的厉害呗，就你显得自己厉害，你恶心人呗。弄死他们。完了。还来送？你又死了。我还没活，我刚才死还没活呢，姐，完了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。哎呦，玩个什么呀？杀他呀！奶丝，干他妈漂亮！杀了。哎，他退游戏咋了？你退游戏干嘛？游戏怎么掉了？我掉线了，姐。我你真好吧？你纯粹演我呀你啊！这虚伪老狗他太恶心，而且姐你看他身上还挂个锤石，给他一直做辅助装，给他打控制，你看到没有？五杀，没办法。五杀咋了？咋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五杀，哎呀，气不气？我五杀了，你气不气？哎，气死了！气死了！某些人真气啊，讲道理。嘿嘿，你看气都咳嗽了，他气都咳嗽了，姐。二十四个哟，二十四个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你奶奶我姐。二十四个，不要忘了。你别急啊。气死喽！二十四个头，哎，我咋来吧，打野？你怎么一直打野？你要不要脸？你脸都不要了，一直玩打野。你谁不要脸呀？不是你不要脸吗？给他扳我英雄啊？谁不要脸呀？真不要脸！给我打野，然后扳我英雄是吧？谁恶心啊？一直玩打野是吧？不要脸。不是，我问你，小熊，你能不能不给我阴阳？就阴一把，阳一把，左一把，右一把。啊？一把好，一把坏，你搁这挑战我呢是吗？深一脚浅一脚玩呢是吗？不是啊姐，他阴阳是吧？他太恶心了，他玩这种英雄，他我趁早我就能到处抢人头。哎呀，我就换别人行吗？二十四个头，二十四个头，我别忘了二十四个头。你别让我在这搞我心态行吗？你行吗？二十四个头，他继续抢我人头，我真没办法。兄弟们，给大家抽一个，兄弟们给大家发个红包吧，来。哎呀，红包配置错误是什么意思啊？发个小红包，兄弟们！大家赶紧上西游网，赶紧上，兄弟们，给他发红包了，发红包了，发个500元的红包来。红包口令，然后呢，发个手机红包500块啊，一共有100个水友可以去抢红包，怎么抢呢？红包口令的话是4003，赶紧去抢，兄弟们。那怎么样去抢呢？肯定会有水友问啊。大家现在打开你们的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号"酸奶电竞"啊，回复咨询。系统会出现一个叫做天剑奇缘的游戏啊，创建一个号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间每天的抽奖。这个月的话，我预计会给大家抽个这个20万现金啊，不跟你们开任何玩笑，20万，大家只需要花个5秒钟注册一个号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参与咱们直播间每天的抽奖了。同时呢，等一下的话我会截图弹幕截图抽奖，你们需要发什么呢？没错，发这个屈服加绞丝名加支付宝加信，我随机抽一位水友啊。会获得什么奖励呢？如果你是200级以下的朋友呢，会获得1000块；200级以上的朋友呢，会获得等级诚实的红包。比如说你的游戏等级是500级啊，直接送你5000元的红包。所以说进游戏的朋友呢，先把游戏等级升一升啊，万一中奖了呢？而且你们这个角色的必须得11月创建的才有效，11月之前创建的角色是无效的，我的助理会二次确认，所以大家赶紧去搞一搞啊。赶紧去！哎，凯隐也搬了，梦魇也搬了，我操，玩 ADC 了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来把剑。发现盗用直接作废啊！刚才有一位水友直接盗用别人的 ID 啊，直接就作废了啊。然后大家赶紧进游戏抢一下红包4003啊！
抢个最起码能抢个5块到10块钱啊，然后晚上弄个夜宵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没办法呀，你中路呀，续费金都打 AD 了，这有什么办法？我 AD 姐，我补到 AD 了，没办法，我补到 AD 了。你打字，你打 AD 跟他说，你打字跟他说，你问能换不？咋了？我问他，哎呦，来不及了，我先选了吧。哎，好烦呀，烦啥呀？哎，他这是路人打野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路人你打野就算了，我本来想拿弗雷格中的，他的妈逼还把我弗雷格给抢了他。太好了呀，姐，咱俩合体干得漂亮，咱俩配合一下。真吐了呀，再把不玩了吧，退了吧。嗯，咋了？玩不起了？为什么要退啊？路人抢位置，谁玩不起呀？看不明白呀？续费也补到下路了呀，我也补到 AD 了，咋的？你玩不起呗？是不是玩不起啊？你们两个在下路，你们还玩不起呢？你们两个合并呢？咋了？我打下，对呀、啊，你们这个就是你们跟个连体婴儿似的，我操，走哪走哪，真的，你俩就差他妈搂一起了，你给他搂着呗，你给他穿你裤腰带上玩呗。我打下咋了？玩这个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可以玩下路了？可以玩下路双人组了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们也玩下路双。给他截图啊，我截一位水友。哎呦，你们弹幕太多了，我这直播间有点卡。我让超管加一下那个。我们占便宜了，是啊，佛爷哥又没拿到。嗯，助理说一定要先给的信息得他鬼得怪他自己啊，不能说吐了。我们已经明确表示必须要属于自己的真实游戏信息啊，其他人的信息是没有任何用的。相信我行的，就是可能跟佛爷哥没有底细呀、啊、因为我太久不打线上了，姐，太久不打线上了。但没事儿，他那个不虚被老狗，他也是补位。超管，你把我的直播间那个，他也就会玩一个英雄，大家都拿不是弄强一点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我这水友发个弹幕，我直播间就卡，没法给兄弟们抽奖。都拿不擅长的位置，你们下路两个狗，啥狗啊？真恶心啊！又喊到狗了，姐，你这个一点素质没有。不就是狗吗？就是、不就是狗吗？截个图。哎呦，干嘛补位呢、啊？怎么着？不服？动不动就狗呗，动不动。那你跟拳头公司打电话说啊，让他把打野让给你，你求他呀，你求他让打野让给你。快滚，快滚，快滚！你跟他哭一下，说不定他心软就让给你了呢，对吗？你哭一个，哭一个，人家就让给你了。哎呀，我们下路铁壁高下，你说这个东西咋玩啊？你这个东西啊，妈的不太好抽奖，妈了个巴子！英雄，你这英雄，我打包包就都没看到过玩这个英雄，赶紧去抢红包4003。别这么说，中单青钢影可猛了，续杯是吧？嗯，可猛了，我跟你走一下，可强了，姐，咱俩这把要看在谁手里。他玩青钢影啊，那我这把 ADC 我也不会玩啊，我跟月月姐打下路，没事没事。对吧？不会玩。我们甜蜜包下，大家都不擅长，也很公平。呀，可甜蜜了，你可。姐，甜蜜包下。妈爷。真的甜蜜吗？呀呀呀！真甜蜜，甜蜜。姐，那妈爷人有点多。哎呦，那咋办呢？嗯，不想交闪，不走了。他们这个阵容挺克我们的，我们怕秃脸、这个。真甜蜜呀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你中路增加游戏难度了。嗯。那打野诺克是什么鬼东西？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哦。这咋办呢，姐？谁呀？你不小心，谁拿头了？给中路增加了一丢丢游戏难度。中路拿头，对面中单，他中单秦钢影啊！我操！对呀、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中单秦钢影都玩得出来，这么真实。哎、玩的什么呀？我操！你还能送个一血，是真棒啊！那我们挺会呀。那么，要不我去下路送个一血呗？姐，我们晚点去下，晚点来下。我那是，晚点。晚点。我那是一级团被包了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对吧？嗯。哎呀，真有意思。咋了？我跟姐走下路，月姐走下路，咋甜蜜包下有问题吗？嗯，甜蜜包下、啊、没有问题、哎、快甜蜜吧。对呀、啊、甜蜜包下没有任何问题、啊、你们可真甜蜜呀、啊、咋了？你嫉妒了包土豆烧杯、啊、配虚的啊，配肾虚完美。你看一个饥渴，一个整不上，哎，急死了。我急啥呀？我赢你钱，我急啥？
这个是多赢一点，赶紧去看看病吧啊！让月月姐带你看看病啊！我又不急。看病还需要他掏钱吗？来我家医院，免费看。你家医院？哎呀妈呀，你可真牛！那你也赶紧去看看脑子吧，最好是先看看妇科，看看你的病。急了，姐她急了，你看看你的沟，准不准？好，干吧。哎呀，要看看你的沟！哎呀，你俩可在这下楼玩的真骚啊！nice，你好配合呀！我怎么就拿上头了？不知道。你干嘛呢？哎呀，现在怎么还没拿头呀？小熊，你干嘛呢？哦，他有紧张。我这来杀他。该死的小熊！你前期不好杀，后期不好杀，你横竖都是不好杀，你他妈老有理由。又拿一个。哎呀，青钢，你后期老猛了。咱俩不，咱俩这配合太好了吧，姐？咱俩这配合。嗯。咱俩不去打什么吗？这叫心理，应该懂吗？咱俩不打职业可惜了呀！真的，还要打上职业了，就这？我只是，咱俩不打职业太可惜了，你这好厉害啊！嗯，哎呀，这咋办呢？老土豆他有点急。操！啊！怎么能让他杀了呀？给单杀了呀？不是吧？他。还有个虚弱呀，好烦呀，我丸子啊！这把枪，你玩什么呢呀？你在玩什么？没英雄呀，姐，我没位置，没英雄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玩呀？我练的英雄啊，也没有你让我怎么玩呀？你跟我说，我怎么去玩呀？我也练的呀，咋了？什么都没有，我中路对面中单还两个头，你让我怎么玩呀？姐，姐妹们，等下又哭了，姐别说了，再哭再讲，他真要哭了。你都有哭腔了，我他妈想哭呢，都有哭腔了。要不你俩下一把不稳定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再哭你姐，等下又要哄你喽。就是。哎呀。嗯。你他妈快点杀人！你不能杀的话，你来上路，我帮你来杀这个剑魔。嗯哼。又带哭腔了，哎呦，我等下又哭了。等下又是大冤种，好那个边哭边送双杀，好那个骚男啊！哟，勾的好，这个减伤。他这个玩什么呢？你在干嘛？你跟人家晃什么呢？你应该多鼓励他。你这个时候说他，他越来越打不好了。他只会玩佛爷哥，懂吗？只会痛，不是你真就只就会玩佛爷哥呀？你就真没有别的会的啦？只会痛，太痛了，能不能不演我了呀？他都不吭声了的呀，别说了，真别说了，人家女孩子也不容易。你闭嘴吧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哎呦呦呦，进化，哎呀，我真是服了，真别说了。哎呀，你人呢？我死了，我没活呢，又死了，哎呦，打不过呀，那我怎么办嘛？不是，这中单怎么死？还好，全都得受。嗯，哎，漂亮！你打不过，你来上路打这个剑魔行不行？打不过，都打不过，都打不过！你他妈都打不过，要你干嘛？你哄你老板是吧？你越来越膨胀了，你。嗯、啊。确实走太膨胀了。走，你是不是你哄你俩那个扫帚？你是不是哄你老板是吧？你会不会当陪玩啊你？啊，没事姐，人家中单竟然五杠一了，太恐怖了。没事姐，嗯。你别说他了，你再说他，他真玩不好。什么？我知道他的、啊。我说他跟你什么关系？你护着他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乐意给说，怎么了呀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搁这还交上了？你叫我老板干什么的呀？你？哎呀，你是哪冒出来的？你告诉我。什么关系呀、啊？我就不理解。哎，你也来我家医院干嘛？是吧？真的。来你，哎，姐，你家开医院啊？那正好去你家医院。我能追上来，你能吗？废物！你追啥呀？不是你来我这干啥了？我来打上吧，姐，我来打上吧，上路线扛着。那你他妈早说呀，我传这个干嘛？哎，他把中路送起来了，让你去打，让你坐牢。别慌、啊，我坐牢可以，你他妈给我杀起来。他咋杀呀？
啊，这个泽拉斯都五杠一了，姐你上当了呀！这个泽拉斯五杠一，你去中路，你等一下死的更惨，好吗？我死不死无所谓，你去上路给我杀头就行。哎，说你不听，真的。嗯，我姐爱怎么玩怎么玩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上当了呀，姐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搁这一直教我姐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狗东西！你要拉中干嘛呀？给他一枪。嗯，兵线进来了呀，上路没线，你死了我去中路补个线呀。我现在得抓你。哎呀，别抢女人头！打野你干嘛？打野我不需要你来抓呀，是吧？他看我们下路好拿头。你这锤石说实话玩的也挺好的呀，你这锤石。你一波兵线不要，你打他还打不死，还要被别人反杀是吗？哎呦，你玩的好，你真的玩的好，哎呦闪呀，他打野也来了呀，我们家打野在哪呀？我们家打野搁这反人家红 buff 呢，我怎么办嘛？这真路主在中路来了几次了呀？哎，你不自己做过眼吗？这个打野一来就死，一来就死，我怎么玩呀？他还把我英雄抢掉，把我位置抢掉，把我英雄抢掉，你让我怎么玩？哎，对对对，人家抢你英雄，对。佛爷哥写你，他哭一个。佛爷哥写你加名了，咋了？佛爷哥就你能玩呗？咋了？你的专属英雄是吧？啊，管你屁事！我玩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管我呀？我的意思你管我怎么玩啊？我的意思你别送了，等下泽拉斯一炮一个，等下，好吗？咋管我？就杀你！嗯，哟，打野来了，肯定的。泽拉斯起来就杀你，知道吗？你个肾虚公子！我是你爹！我是你爹！哎呀，他闪现啊！你以为你能跑？我是你大爸！哎呀，你是我大爸，我是你二爸，咋了？打不过就打不过就骂人呗？啊！你先他妈骂的人，你那个嘴骚得很，刷刷牙去吧。我推、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你心疼一下你家小熊吧，太惨了。哎呦，又我心疼心疼他跟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？推我们又不急，你心疼你上。姐别急，咱们不着急推，咱们就慢慢在下路。你看多悠闲呢、又能拿头，对吧？舒服。这个塔皮。太舒服了。哎呦，这个泽拉斯上来随便放俩技能我就残了，什么鬼东西啊！所以他送起来让你坐牢嘛？所以说他去上了呀，你对呀、他去上路了呀。哎呀，你看你别送了，泽拉斯九级了。你倒是杀人呐！我操，他都九级了。哎呀，我杀他，然后被这打野又把人都抢掉了呀，被他把人都抢了。哎呦，我真他妈，你能不能不给我赖去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，张嘴说话，都娘们唧唧的。哎呀，没事姐，你慢慢玩。哎、我打得好烦呀，真的。都是我的意思。不要慌，不要急。对。那怎么的？你告诉我啊，对面都得让着你呗，是吗？啊，你小孩玩混稀泥的，对面都得让着你是吗？是我们家的人，他抢我位置，抢我英雄啊！他抢我位置，抢我英雄呀、啊！我怎么办嘛？抢你位置，我就这打野位置、啊。我玩打野，我别的英雄可以玩，但是我打不了线上呀。妈，废物一个，线上你打不了，你光他妈会打野有鸡毛用？拿出一下，白，给他一枪，给他一枪。奶丝，再来，干得漂亮！咱俩这配合，说实话，好像就是天造地设。没有没有，哎呀，咱俩这配合太好了，真的。你这锤石能玩这么好吗？你这锤石啊，干嘛？真的，他俩下路又他妈秀起来了，又他妈秀起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这怎么办呀？真是。泽拉斯别送了呀，十个头了吗？十一分钟拿十个头的，对呀、哎呦坏了，你行你去跟他对象，你行你去，坏了，给他拿到头 了，我们不去，我们不去，我们去啥呀？就是下路还没杀够，你行你去呀，我谁送的一血呀？心里没点逼数吗？ 我不去呀，我去啥啊，你们拉完屎了，我们给你们开屁股，想什么呢？不是，你可真会玩啊、不是，那我也懂了，我也明白了。完美。
不要慌。哎呀，很亮表情。哎，周老师来了，姐小心。哼，太恐怖了。爹来了吧？怕了，往后跑了。不太怕的，你知道吗？一样杀。哎呀，诺手也来了。诺手，走走走走走。诺手也来了。走，我操，威远怎么，威远怎么来了？对呀、啊，送来了。我让对面 AD 发育发育，有问题吗？哎，你干嘛呀？哎，怎么诺克拿的？那不带这么玩的呀？你送一血给泽拉斯，你跟我说不要这么玩是吗？恶心人是吧？那我一级船被包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恶心人是吧？那谁让你们人选自己去造一级去啊？不是你故意的，我也不故意的，我也溜达来了。我看人家对面中单拦下了，我也来了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那你不能进去送呀？对呀、啊，我送了吗？我过去打了，你们不上啊？你们卖我呀？谁的问题呀、啊？谁的问题呀、啊？我没有卖你呀、啊，没法上呀。啊，你觉得没法上就没法上，你们哪头哪爽了是吧？是，没人。嗯，你们行，你们来俩杀死啊？不是你们送的一血吗？啊，没事，玩的恶心不恶心？没事，来下路送，没事没事。我这怎么还能赖我呢？没事，姐，让他送，让他送。那什么意思？赖我呗？你赖我呗？啊，不是他拿一血，他怎么起来的？来呗，送我，没事没事。然后搞得他们小熊心态都没了。那小熊，你能不能说话？小熊能，姐，我这在往回杀呢，我人头又被这打野抢了。哎呀，又是打野抢头了，咋了？头写你我真的吐了，这个打野头写你名字呗，就其他人拿，你能拿头？我他妈打一丝血，见我反向头往塔下跑，他走过来给我把人头抢了，不畜生吗？是呗，我发现你嘴皮子麻利的很多呀，小火教的吧？嗯，对对对，火火教我的。那个反弹也是他教你的吧？老了娘教他了是吧？老口都教教他拿什么都教吧？对，教我呀，咋了？某些人打，你们俩能不能换线？换线上来，让我去下路发育一下呀！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都是同行，非把事整这么绝是吧？啊，哥们儿，谁跟你是哥们儿？刚才不是喊你哥们儿吗？啊，你又没答应、啊，咋了？现在成哥们儿了？现在、哎呀，现在谁是你哥们儿？拉斯来了。没办法了，徐贝哥哥，你来上，你让我发育一下吧，我这样玩真没法玩了。可以反打，能不能放？能不能让我？你是有什么病吗？你在跟一个男的说什么呀？你跟他在说什么？那我没办法了，我只能让我去发育一下了。Nice， 玩得好，徐贝。行不行嘛？你能不能不恶心呐？抢我兵线是吧？没办法呀，姐。这人。没事，干啥呀？能不能不恶心？不掉你那个尊严呢？你要点脸行不行？能不能不给我丢脸呢？600块，还好，拿红去吧，走。徐贝哥哥，徐贝哥哥，咋了？哎呦，来帮忙搞两波，你让我发育一下行不行？让我发育起来，我们俩还能比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的玩，我怎么比呀、啊？我人头也没有，我前面还被抢英雄，你让我怎么办嘛？你帮一下呀，你倒是。我一个人搁上路，我跟我们家这路人打野，我操，我真的我跟一个孤儿我都没办法沟通呀，那我怎么办嘛？我一个人在上路，我不知道你咋办、哎、我也不知道。哟，哎呦，给他抢到了，炮车给他抢到了吗？这剑魔不还是给我打烂了吗？但问题是你们月月 AD 兵给的五啊？什么叫我抢了？我动了吗？没动吧？不知道怎么弹他身上去了。没事没事。嗯，哎呀，你干嘛？咋了？徐贝哥哥，你来上路行不行呀？我来上路干嘛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就是啊，能不能要点尊严呢？我的妈呀，你干嘛呢？我要什么尊严呀，姐？我想赢啊！你叫徐贝爸爸，爸爸来帮你，好吧？徐贝哥哥，你别搞了，咱们都是同行，可逼这样呢。你喊，哎呦，坏了，给他单杀了。哎，太难打了，徐贝加油。我们现在超他几个？上路没法玩，我这线不敢带了，关键是。我上了四个头了，还好。你看又来，我就想对面肯定得一直来搞我，我现在没地方了，你帮一下我呗。行不行啊，徐贝哥哥？
那你说个哎呦你干嘛，我就帮你好吧。走了姐，走了姐。你说这是什么无理的要求啊？你说哎呦哎呦你干嘛。好好好，帮一下我呗。哎呦我去了，你能不能，哎呦我真是无语了，你在干嘛呢？杀他！怎么老是这么娘们唧唧的？他本来就是个娘炮呀，你才发现。他本来是就是个娘，能跑不？能跑吗？你不能他妈的怎么的？你要我给你买？你怎么你喜欢这男的？你喜欢那个徐斌？你喜欢肾虚的？没有姐，我不是为了发育吗？你为了发育，你都不要后代了。萌萌开你头，然后去送。我能发育起来，姐，你看我人头在往上追了。哎、完蛋。那没办法。三个头啊，再加点油啊。佛爷哥玩的是真嗨呀、啊！别急。你破败之王不出破败，你玩什么佛爷哥呀？抢我的佛爷哥。他抢你佛爷哥吗？哎呀，你跟他。哎。他是打野位，他怎么抢你？我也没写你名字。不是，他是打野位啊、就是，你不是打野位啊，他是打野位啊，咋了？姐，我能发育起来了，姐。不是，他是打野位咋了？他还抢你位置啊？你不是打野啊，你是上单啊？你不纯离大谱吗你？啊，你是真离谱、啊。姐没事，我回家再买。你去跟着徐杯抢人头啊、嗯、啊！你去抢人头行不行啊？来了、啊、呦来算了，你要是能抢到人头的话你卖屁股也行，行不行？你去呀，我成全你去呀。嗯，怎么一直在抓我呀姐，你没看到吗？哎呀发育，你去跟着他，你跟着他你不就不被抓了吗？对，跟着我来保护你。我得玩的青钢影，我得单带发育呀，我来保护你。哎呦好走位，这是干嘛呢？哎呦这闪交的好，好闪！你快点去跟着他。哎，跟着我干嘛？他抢不到。跟着我。他还得自己吃经验，不然没等级啊他。怎么玩？你快点跟着他去，你跟着他就 K 头，不用这，不用等级什么，你就 K 头拿头，你这有两件装备，你不够吗？够，我现在就去 K。我现在就去 K 这个虚背老狗的头。坏了坏了坏了，哎死了，哎呀死了，打野收割，打野全让那佛爷哥拿了，我真是，哎漂亮。哎呀你在中路站着干嘛呢？没事姐，他没拿，他不在、哎、他没拿你也没拿，你差多少呢？佛爷哥这干嘛呀？这佛爷哥不知道、嗯、姐这么多人，没事姐你就看着吧，你看我这把忍辱负重后期翻盘，我就看到一个嘛，视野没做好，我的我哎，漂亮！你是畜生吧？我操！好气哦，好生气哦！好气哦！哎，怎么办呀？抢不过我人头，哎，你气不气？气死了吧？他气死了！好生气哦！等下他气了都，气了等下再……哎呀，给他气出病来了，姐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快点拿头吧，你快点拿头发！哎呦，你都搬回来不少了，还不行了吗？啊！姐，咱们赢了几个头啊？他发了红包没有？人头别人也挣了，别人也拿了，你这怎么还拿不起来人头啊？他这佛爷哥搁这一直就搁这拆他。加油，再等等呢。你看这个维恩，他老板都犯病了，他老板。你管我犯不犯病？太惨了！我怎么哪跟你什么关系？你管到我这儿来了？墨水没有起步。我不管你啊！哎呦！我推姐。你跟着我，你保护他干嘛？你别保护他呀，咱们俩走一块、啊。我没保护他，我没有保护他，我老早就被诺手弄死了。他疾步大招杀我。OK。太狠了。OK。我只对观众们。不着急，不要慌，哥们儿。哎，姐妹。嗯。你去跟着，对对对，跟着去呗。感觉有点像姐们。他跟着我干嘛？你跟着你在全虚里许愿呢。不是他跟着我干嘛？我来了。嗯，我看一下这边。你快点去抢人头，你快点去抢人头，你抢他人头啊！赶紧抢我头！看看他怎么吃到头！赶紧抢我头啊！你跟我，你能抢得过我的头？我狂风之力你抢得到？没事，徐飞哥哥，我跟着你。你也别一口一个哥哥的。你别喊我徐飞哥哥，好恶心啊！我。
这怎么扭掉的？谁是你虚杯哥哥？跟着跟着，来，他抓他上，对对对，你上。奶、nice ，你别让他干嘛呀？你就 K 他的头啊！你就 K 他的头，能懂吗？太高了，姐，他收集者呀。你不也出吗？哎。哎哥哥，我来救你啊！救你救他干嘛呢？我让你开他头，你救他干嘛呢？救他才能打赢这波呀，姐。你打人这波输多少头了？走了走了，溜了溜了。没几个，这把没几个，这位也不擅长 AD。我不擅长 AD， 还好这把是月月姐。